好了，你也累了，你去睡吧。我不累，等妈睡着了，我再睡。安明呢？他怎么不睡呀？阿明，嗯，进去睡吧。我等爸爸回来啊。叫你去睡就去睡，不要在这里假惺惺的。什么假惺惺？我一样担心呢、啊。要是小妹死了，家里就少了两包白米。回来！你这个畜生！你起来！你做哥哥的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来揍妹妹呢？我说的是真的嘛？你再说，你好了嘛，我不说了。哎呀，算了，骂他也没有用了。平常啊，一家人就宠着他，把他当作传宗接代的宝贝。他的心里头只有他自己，几个妹妹都不是人呐。指望他传宗接代。他要是个勤奋的人，能成家立业才行。不学好，不上进，也会断了千年万代的香火。对呀，养儿防老，要养出贤孝的儿孙才有指望。寒门出了不孝子，我们的祖坟没有沾到好的风水。唉，这个家恐怕要败亡了。只希望阿朱、阿贵、小莲将来能嫁到好人家，扶着哥哥把娘家的香火传下去。唉，小莲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真急死人了。小莲能逃过这一场劫难。净土回来没有？还没有。我现在去横村，经过车城，顺便我会去尤家一趟，打听看看有没有小莲的消息。那就麻烦你了，阿娇。说什么麻烦呢？小莲出了事，我心里也是很难过。看着小莲长大，去尤家，也是我安排的。昨天夜里我一晚上都没睡着。眼前老是小莲的影子，老在晃来晃去。那我走了。镜头去了几天也没有消息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小莲，小莲。小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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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莲，小莲。阿娇姨，你又来了，小莲有没有回家？没有，你们这儿有没有消息啊？急死人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老板在不在？在里面。阿娇，坐。老板，小莲是在你们家走失的。你的意思是要我们赔命了？不，他家里人也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今天来是什么意思？老板，小莲虽然只是个孩子，终究是一条人命，他家里的人现在急得不得了，老板你能不能请几个人出去打听一下？我派了很多人去打听，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。阿娇，我们怎么带他你也应该知道的，甚至我送他上学去念书，结果出了这种事，事先谁也料不到的。是，你要让我赔小莲一条命，我也实在赔不起。老板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那麻烦你回去问问顾家，如果要赔钱的话倒可以商量。小莲虽然偷了一块钱被发现才逃走的，不过毕竟是从我这走掉的，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。是。另外啊，我还会派人继续到附近去找去。谢谢。已经这么多天了，恐怕也凶多吉少了。我们会尽量去找他的。至于小莲还能不能活着，那也只有看老天爷肯不肯去照应他了。老板能这样做已经是人尽义志了，谢谢，我不打搅你们了。阿娇姨，我们老板怎么说？你们老板是个好人，小莲就是死了也该瞑目了。阿娇姨，麻烦你把这一块钱带回去还给小莲的奶奶。就说是小林存在我这儿的，你一定要亲手交给他奶奶哦。谢谢你哦，阿娇姨。你们全都是好人。只怪小林这孩子啊，没有这个福气，连你们这样的好人家他都待不下去。Thank you.
小莲，小莲，小莲。小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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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莲。你怎么了，金童？我，你有没有去过尤家？我去过了，小莲她走了，我到处找不到她。你脸色很不好，怎么回事啊？我饿的，身上的钱都花光了。你也真是的，走走走，我请你去吃一顿，再带你去看医生。啊，你吃过饭了没有？你看病就看病，你管不管我吃饭呢？他刚吃过。哦，你身体很差。肾不好，气不顺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病？你把鞋脱下来让我看看。你另外还有水肿病，我给你配几副药带回去啊。以后不能太劳累啊。哎，大夫，我看你不用配了。大夫，你尽管配，我来给钱。阿娇，两三天药治不好我的病，再说我也没有钱还你。等你有了钱再说嘛。我不要，我欠你的人情太多了。哎，金土啊，金土，真是不要命了。金土，你怎么这样的脾气呢？家里还有老老少少的，你有了病不看，万一倒下去，叫宋娥他们怎么办呢？谁他的？你听那个江湖郎中胡说八道。什么江湖郎中？人家是有名的大夫，医德也很好。金土啊，你就听听话吧。哎呀，什么跟什么嘛，我赶了两三天的路，累了个半死，吃没有吃好，睡没有睡好，我当然气血会不顺了。人家大夫说的绝不会错的。哎呀，我有没有病我心里边有数，我现在跟以前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。一样的吃，一样的上山下田嘛。你不要嘴硬，那你以前为什么去看过医生？我，哎呀，我只是让他去给我开点补药，补补身子。胡说八道。好啦，你去忙你的去吧，我要回去了。啊，为了小莲。害了大家忙了团团转。老师，于老板，上回我来的时候你正好不在。是是是。哎，老师坐。老师啊，小莲这件事啊，我回到家之后啊，我老婆就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了。
可是你们有没有找到小莲呢？我们确实尽力了。今天上午啊，小莲家已经叫人来了，我已经告诉他了，我会尽一切的力量来处理善后。小莲家生活苦，唯一能够帮助他的只有贴补他们一点钱。这是什么话？小莲丢的是一条命啊。老师啊，我承认我们错了，老实说我们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故啊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要我去抵命也是于事无补啊。老师，你说对不对？老师，我们已经找了好多人去搜救，可是过了这么多天，就算找到恐怕也活不了了。阿彩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？老师，我是很诚恳的要办理这件事的，绝对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。除了贴补小莲父母一些金钱之外，老师你有什么高见的话，我愿意听从您的安排。如果老师要坚持告他派出所，叫日本警察来抓人的话，那我也没有话说，只好把于春交给他们了。哎，不行啊，火炎，玉春从小跟着我的。哎，你不要插嘴嘛。老师，我是觉得这样做对双方都没有好处。我要你们对外宣布，小莲没有偷钱。老师，关于这一点，你们还是坚持小莲偷了钱？除了老师见过小莲身上有一块钱之外，其他人没有见过啊。再说我老婆身上的那块钱就是在小莲身上找到的，除非有另外一个人出面承认我老婆丢的那块钱是他拿的，否则的话就算我要还小莲的清白也没有理由啊。不过啊，你要向外界说你见过小莲身上有一块钱，我也不能阻止。这问题是说不清楚啊，反而会越描越黑啊。再说一个出外工作的小女孩，谁会相信她身上藏着一块钱呢？老师啊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高见？我希望你能派人继续再去找。那当然了，我还会继续派人再去搜救，找不到活的话我也要把死的给找回来。找到死的恐怕也不容易了，荒山野地里怕被野兽给吃了。阿才，我说的是实话呀。尤太太，总是要求个心安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求个心安，我一直也是抱着这种心理呀。明知道凶多吉少，我还是会尽力而为啊。我等你的消息，希望能给你个好消息。那我走了。老师，我送你。不客气，您请留步。他又不是小莲的爸爸，何必要怕他呢？阿才，学校里的老师是日本人封的文官，跟派出所里的日本警察可以平起平坐的。我们不能得罪啊。再说人家站在有理的上风，我们能够应付过去的话就算是大幸了。老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说那块钱不是小莲偷的呢？这是不得已的，我只有靠这个理由来保护你啊。万一将来打起官司来的话，我也好有个说辞啊。反正小莲已经是死无对证了。万一小莲还活着呢？活着的话那就更好办了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蒙过去了。只要不是人命关天的案子的话，什么都好办了。就怕小莲家的人不知道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。妈，妈，爸回来了。奶奶，爸回来了。
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小莲？没有找到。找不到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妈，我不回来又怎么办呢？家里边还有老老少少的，要活下去，我们还有阿珠、阿贵两个女儿流落在外。小莲，小莲是你逼走的。我问你，你就这样把小莲丢掉不管了？妈，都已经那么多天了，就算他命再大也熬不下去。小莲，小莲啊，小莲，小莲，小莲啊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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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玉春姐姐，你为什么害我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怎么回事？啊！吓死我了！啊！是不是有贼？有，有。他没有对你怎么样吧？他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啊！他往哪里跑？我去追。追追你个头啊！追！追我的头？哎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做梦，我梦到了小莲嘛。哎呀，只是做梦啊，我还以为是小偷摸到你的房间来了，害我紧张的。小莲在梦里跟你说什么？他说我害死他，他要我偿命。真的？嗯。那明天我们赶快去拜拜，要多烧一点纸钱。照你这么说，小莲是真的死的？大概是吧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托梦来找我。小莲真是可怜，这么乖又聪明，死了真是可惜。你不知道有多可怕，我都快吓死了。谁叫你以前对他不好，才会做这种怪梦嘛。好了啦，我没有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那你等一下要做梦怎么办呢？那你不会站在门口替我守门啊？好嘛好嘛，那我就做你的门神嘛。小莲，你就不要再来吵阿春了。记得你刚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过，阿春他的人虽然像母老虎一样，可是他的心里就像面粉做的，又好又软。他会对你凶，都是为了你好，希望你以后长大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小莲，我求求你，你就不要再来找阿春的麻烦了。
怎么样？那个孩子醒了没有？这件事也真有一点奇怪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怎么会流落到这个地方来了？怎么，今天要不要去打猎？你是谁呀？你这条小命是我们把你救回来的。谢谢伯伯救了我。快去，是我们家少爷救你的，不是我。你住在这儿不要乱跑，我去告诉我们少爷你醒了。看看他，问清楚他为什么回到这附近来。谁叫你跑到外面来的？起来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古新年。你家住哪儿？四重溪山上的西美村。
进去。手里拿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家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拿去卖？为什么怕我知道？是小莲的衣服。你拿小莲的衣服干什么？给我。你告诉我做什么用，我再给你。小莲死了，我想替小莲做个坟。她年纪小，在外边做孤魂野鬼会被人欺负。谁说小莲死了？小莲不会死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揍她？从现在起，谁要再说小莲死了，我就跟谁拼命。阿明，起来呀，起来的。妈，干什么嘛？你每天都睡这么晚，要去干活，总是你爸爸再三的催你才走。爸昨天告诉我说，今天歇一天，不到田里干活，我才睡得晚了。快起来洗把脸，偷偷的跟着你爸爸去，看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爸爸，爸爸。为什么要把小莲的衣服埋起来啊？这就是你妹妹小莲的坟墓。找不到她的身子，只有拿她的衣服来代替。阿明，千万记着，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，逢年过节你一定要给小莲烧点纸，弄点吃的。哎，他生在我们家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小莲呢，不要怨恨爸爸逼着你离乡背井，爸爸也是为了你好，不让你在家受苦挨饿，不让你留在荒山里边过苦日子。哎，这一辈子你也算结束了，苦日子也算熬过去了，希望你早点超生，投一个好人家，不要再受折磨了。爸，小妹真的死了吗？如果她没有死，早该回来了。好喝，好好喝哦。
这是野鸡汤呢。野鸡？嗯，是我们家少爷打到的。他每天出去打猎，总会打到一些野兽，有时候还会打到山鹿哎，啊，吃好几天都吃不完。我们还要拿出去晒成肉干，有的呢还要用盐把它腌成咸肉。在这种深山里还有这么多肉可以吃，真好。我在家连地瓜饭都吃不饱。那你就多喝一点呐、啊、如果你想吃肉，锅里面还有。不过你饿了那么多天呢、啊，现在只能喝一点清淡的肉汤，还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哦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还给我好吃的东西。你以后啊，不要再提救命的事情，要不然我们少爷会生气的哦。谁叫你洗碗的？啊，少爷，他抢着要帮我洗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可以走出这个门。我想回家。不行。不要惹我们家少爷生气哟、哦，要不然他一枪就打死你。少爷，这个女孩子成了个烫手的祸，你要想办法处理。少爷，你要是放她回去，她家里的人一定会问她这段时间住在哪里，跟什么人在一起。少爷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他本来就活不成了，是你救了他，他的命就应该操纵在你的手上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活下去，就不能放他走，又不能让他跟我们长久住在一起。依我看，只有一条路。你说，你下得了手吗？下不了手，也要下手。留着他是个后跟，放了他，我们也活不成。你变了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人。少爷，这也是不得已的，我们要活下去。我们要活下去，
就要牺牲别人，叫别人去死。少爷，少爷，如果要他死，当初又何必要救他？至少要把他身体先养好，我会想出两全的办法。少爷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藏身的地方，万一为了救他给日本人发现怎么办？我想在短时间之内暂时还不用担心。他失踪了以后，他家里的人和是他的主人一定会派人出来找，万一被他们找到这里了。这个地方有这么容易被他们找到？我们早就被他们抓走了，会活到现在？少爷，你真不该把他背回来，将来一定会惹很大的麻烦。你怕什么？你害怕，你现在就可以走。少爷，你怎么会对我说这种话？我没有要你留着陪我。我跟着你爹几十年，看着你出生，看着你长大。不要跟我提这些。我爸爸有恩于你，你是对他报恩。你是老爷的独生子，我保护你就是在报恩呢。我不需要保护，我和我爸爸是两个人。你说这什么话？你们庄家的香火就靠你一个人传下去了？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哎。少爷，我烧热开水。不要叫我少爷。我是听阿伟伯叫你少爷。他叫了二十几年，改不了口。那我叫你什么？随便。谢谢。少爷，还有一只鸡腿，你什么时候吃？我现在吃不下。再不吃会坏掉。哎，那你就把它吃掉吧。少爷，那是太太亲手做的，好不容易从台北带到深山里来给你吃的。哎呀，连吃东西也要烦我。小刘子送来的时候还特别交代说一定要让少爷吃的。好吧好吧，你去把鸡腿拿来。回来。少爷，什么事？你坐下。坐啊。给你吃。哎，少爷，不能让他吃肉，万一吃坏了肠胃会要他的命。这么说我吃了也会坏了肠胃，也会要了我的命。你是想毒死他还是想毒死我？少爷，你好好好，你要给他吃你就给他吃，不要这样子冤枉我嘛。拿去。少爷，你自己吃。我叫你吃你就吃。谢谢。
阿伟伯，洗衣服是女人做的事情，我去洗。